之前有通过写信跟我们有一些朋友互动哈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哎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哇，好年轻的声音啊！你好，好帅的声音啊！你请问怎么称呼您？我叫易小明。我叫易小明。你叫什么？你是谁？你是易易。对，请您叫我易易。哇哦，好没有演讲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我想大家能不能……你想不想吃巧克力慕斯？我比较想吃冰砖一些。想吃冰砖也有，你想不想吃可爱多呢？可爱多更好，可爱多最好。OK， 谢谢你啊，生日快乐，拜！生日快乐！你想要点什么歌呢？我给你挂掉了。OK， 跟这个意义多说点话。可以。